前菜扣肉，让不喜欢吃肥肉的你都会忍不住尝一块，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。五花肉冷水下锅，筷子能轻松穿过捞出，趁热抹上老抽。家里有一次性筷子的派上用场了，放入锅炸，炸成这个样子，冷水泡两小时，表皮泡软后切片，摆入碗中，码好味。抓鱼，腌制两个小时以上，梅干菜炒一炒会更香。腌好的肉片摆入碗中，再铺上梅干菜。高压锅放水，中火蒸40分钟就可以了。梅菜扣肉，让不喜欢吃肥肉的你都会忍不住尝一块，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。五花肉冷水下锅，筷子能轻松穿过捞出，趁热抹上老抽。家里有一次性筷子的派上用场了，放油锅炸，炸成这个样子，温水泡两小时，表皮泡软后切片，摆入碗中，码好味。抓匀，腌制两个小时以上，梅干菜炒一炒会更香。腌好的肉片摆入碗中，再铺上梅干菜。高压锅放水，中火蒸40分钟就可以了。